大家好，我是兔子阿比，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无尽日常系列，没有错啊。那据说我们今天是要来做生怪的那叫什么经验塔、刷怪塔之类的。究竟我们在制作这个有危险性的东西，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呢？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欸，我觉得我们每次都要开会一下啦。好，不然都没有，都在这边讨论有没有共商国事，站着共商国事太可怜了，脚酸。对，我们需要有位置。test， 有听得到。这个本集会议动议，有人要提出动议的吗？没有。好啦，提供临时动议，今天来去做生怪塔吧。好，所以我们找散开来找生怪箱嘛。好，主席派两个人去找生怪箱，剩下三个人在这边喝凉水。耶，拍拍手。耶。外面狂风暴雨哦，大家小心哦！狂风暴雨，你说是这个世界走，还是我记得上一次我护送临行那个女王的时候，有一个生怪箱，哎，走啊走啊！所以现在大家都要过去找吗？挖掉哎！我相信临行和阿比绝对都没记住。对啊，不记得了。那等一下，你们等一下。你们都出发了，我们在这，所以是要一起去吗？你们不是说要筹钱要分开走吗？我知道，已经同心协力了。林行，你可以去思考我们要怎么样把我们的会议室装饰得更美丽。我负责内装。对啊，我们太空了，里面太空了，冲啊！我先各着皮。可以啊，虽然我不知道我来干嘛的、欸。那你带屁啊！我不在乎哎。应该在这附近。他们在哪里？峡谷楼梯下来。埃及在哪？我看不到。就是跳床那边。我看到了。楼梯下来。哎、欸，是不是在这附近？好像是。对啊，好像在这附近，对不对？哎呦，对不起，我不该要求把青苔石挖掉。你们挖掉了。哎、欸，林行，在哪里？没有盾。哦，在我旁边哦。我盾不在手上哎、欸。我也没有在手上。你们找到了吗？我觉得不是，遇到怪了。对，我们遇到怪。哎、欸，怎么又是我们两个受伤？我该先把盾弄上来了，对不对？来探洞，然后没有带盾。其实我刚刚有看到你们遇到怪，我完全没有理你们就走了。没关系，我们还活着。我上面这个这么远呢、啊？黑咪妈的是什么？不是这里。知道吗？这里是什么东西啊？哇吼，是枯宫哎。他下去了，下来一点点就看到了。嘿，枯宫，我看到一个篮球跳过去了。篮球跳过去，快点，他在看我，你可以打。看到一个篮球跳过去、欸，是这里吗？哎、啊，我找到。你找到了？杰瑞就刚刚这边，杰瑞就刚刚看我。对啊。哎、欸，好，我回去找你们。好、啊，我走太远了。有了。哦，所以真的是这里哦。对啊，因为我记得有阶梯啦。对啊，我也记得我们有那些那个。到了，看到了。但是没有挖，还好没挖掉。还好没挖掉。真的。那现在挖掉吗？不用。怎么挖掉？我不知道。反弹。这里也太多了吧。哦，有zombie。我还没看到你们呢。我已经集合了。我已经跟这些人集合了。我想说啊，很多。我们人也很多、哦，好怕我打到人哦。我们人也很多，我一直被挥过去，怎么回事？我一直把你挥过去。哎、欸，在哪里啊？你们说的在哪裡不是在这里，在这里。没有，不是在那边，是我们刚刚没有怪，所以才来看。在这边。你们在哪里？哎咻，这里有。哎，这边啊。哎、欸，不是，错了。有放，我有放一个工作台。我觉得我一直被林行骗。在这里，小心那边有洞，在这边。这里吗？哦，这里。
生怪大石块，那生怪大石怎么回事？你会需要水吗？到时候需要。对啊，这边有工作台。我有水，我有水，你要多少水我都有。可以做无限水源。啊，我已经穿本本啦。穿本本计划通。没问题。来来来，挖一个四乘二。哎、欸，我觉得我今天在做多余的事。哎、欸，他那个……哎，林先，我在旁边看就好，因为我们不知道干嘛。好坏、欸，我也不知道干嘛，要把水放在哪里？水放在哪里？这里吗？要把水放在哪裡？那泽平，你要跟我去旁边那边、哎？等一下，歪了。哪里有怪？那边、啊。真的假的？走啊。那边吗？可是我没有盾。看到怪了 ，Ender。要把水移位置了吗？对，要水移，不要移位置，然后呢？你要移在哪里？我有七个铜炉，我把它移到后面好了。我在这边挖了一个，这边好大声啊！等一下哦。好，我完全是两个世界。真的，你们融入一点嘛。有啊，我在附近帮你们探勘呢。对啊，有融入一点。我们超多画面的，可以让杰瑞难剪。豆叶痛。我们要分割十五画面，有没有？阿碧，你是不是也没有盾啊？我有。你有吗？啊，你们在？我有盾，你看我有盾，就只有我们两个而已。啊？你的盾是门吗？居然拿木门当盾。看来要一个不够我们用哎、欸。对啊，就要找第二个。我可能还要再找一个。可是做好了之后就也不会来用啊。会啦，要练的时候就会自己下来。会啦。只是附近需要明显一点的指标。对，我们需要做指标。我觉得要对要就是要挖一个通道回家，有没有？好啊，挖，有了20等了，还有好快、啊，好快哦！杰瑞的梦想完成了，杰瑞的动力完成了，我要再没问题，你们去探险吧，我要再以后好哦，我们以后可以再继续开会。还有古兰，有小僵尸，小僵尸快跑出来！所以做那个舱盖门应该不会跑出来吧？应该对，可是要做个半砖会更好。我这边有一个半砖，放上去吗？对对对，你家爹放在地板上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有舱盖门，这跑不出来嘞！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你看我的舱盖门啊！太神了，舱盖门！太神了！你们以为没有用的东西发挥神奇的效果了？太强了，舱盖门！我来想办法走回去，可是我的稿子都爆掉了。我给你，我这边有两个也快爆掉的稿，你给我一根。哎、欸，那个泽平的稿子又断掉了，真的假的？马上我是有一把撰稿啦，你要吗？一用两下就断，断撰稿战战。我刚刚就是挖断一只撰稿哎、欸。哦，真的哦。真假？给你。杰瑞这条是干嘛？哎、欸，我已经做铁稿了，那铁稿给你。哦，好。这里有东西满了。啊？我身上东西要挖的。哦，蹦嘎。什么东西？这是泽平挖的。啊，泽平。啊？你深怪塔那边挖了一条很长的巷子，是这样？巷障眼法，摸乳巷是不是？见怪了，太奇怪了吧？超黑耶！往这边走，阿比。嗯？哦，继续破。太神秘了吧？有哦。今天就接回楼梯嘛，也不错哎，感觉可以用一个告示牌啊，往哪里之类的。往这里，往那里，请往这里走。我们是不是没有种甘蔗啊？我们好像一直以来都没有、欸，好像没有种，是没有。所以我们要是不是应该种甘蔗比赛了？终于要种甘蔗了，逃不过吗？干嘛？哦，哎，对啊，哎、欸，我们上次原本就要用甘蔗比赛，那地图就没了。对，讲完然后终于要种甘蔗比赛就2.0了。我复复看，换我刷，换我刷，刷刷刷，二六了，好快好快，这么迅速，有人在吗？他都不下来，有没有我在问僵尸。哇，附魔师，大家都是附魔师。阿比有附了吗？嗯，阿比附出什么东西？剑跟钻石镐，可是都还好。剑，那我给你一把风力三。之前在那个挖坑道的时候有恩于我，我等你这一把。这是什么？我等你一把这个。哦，好猛哦！有恩于我，我就送你这一把。哇哦！他当时给我一把完好如初的钻石镐。现在附完魔还给你。
我看到阿皮脱光光了。啊啊啊！为什么？铁身被用完了。为什么铁身被用完了？金口。铁身爆了。哎、欸，无限。我爆了。我再做一个。无限，无限，无限，攻吗？你付出无限了。无限，而且还强力四。哇，很凶。哇，太神了。所以现在应该要拿出自己得意之作，是不是？我付了四把弓，哎、欸，我够拼了吧？没有，因为我刚刚其实是付了五把，然后我把两把合在一起。你要付、欸？你们身上还有线吗？还那个箱子里有。在花这里。好。你要付出你们的得意之作了吗？对，我要再去付，我起码要付到无限弓。秋风，你射我看看。真的吗？我射你喽。好。怪怪的、欸。快点。快射他！快射他！哦，痛！直接满血剩三颗吧。真的假的？你那个弓是什么？强力五射你哎！啊！明星，你还要我再射你吗？我可以哦。你那个是防弹吗？防弹二而已啦。明星，我射射看啊。居然！别怎么死啊！我就直接死了。那血还没满吧？没有，没有，刚刚。所以阿比的装备比较强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你打打看，我看看阿比让我们看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先血量不要他没血了，哦，他会一直烧哎、欸，可以可以，他可以，损、欸，你好坦哦、喔，你好神哦、喔，好坦哦、喔，等一下，哎、欸，会死会死会死，你好坦哦、喔，你好坦、喔，你比林星还要坦，因为那个、啊、除了胸甲之外，脚跟裤子也有啊。林星也要不爽，林星要拿他的弓箭来射人了。快快！然后不要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我先躲了，先躲了。先躲了，先躲了，我先躲了。我要偷射你们，把你们射死，有没有？好可怕！偷射你们，这是弓箭战士吗？偷射！啊，死掉了！偷射你们！不要不要射我，不要射我！等一下，我在等你帮忙。很怕，我这只有防弹二。哇，这一把好痛，这一把好痛。峰哥，赶快，会烧得很痛。峰哥，没有，这是超痛的。你们这把好痛哦。你们到底有没有想要解释？哎、欸，等级又没了，又要重刷。等一下，玩得很开心。你们刚谁拿了我的强力五的弓？你不是不要了吗？我拿走了。对，没有，我只是想说，你们身上那个强力五，该不会就我刚刚强力五？对，没错、啊。然后我就看一下，哎、欸，这边强力五不见了。我拿你的弓射死你了。原来，我以为那把是你自己付的。哦，休息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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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